就是你学习那个
那数字更强的话，哇，你看更详细，看很明，更很很清楚的啊。因为现在我们的一到九刚刚才怎么讲，才学习我们说还没有很精啊，所以呢没关系，慢慢这个东西啊，你要多看一遍、两遍、10遍、21遍啊，你找一个。什么扑克牌？你找一个反正练习，你的朋友，你的孩子个，你那个翻书解释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没关系。等你，我开始也是这样的，我的书在旁边呢，我帮人家看也是翻书的，翻这个，到了一个差不多1遍、10遍、100遍以后，你就自然记得了那个扑克牌的那个号码的什么什么，所以我们说的要靠那个练习出来的，好不好？不用看，我怎么会怎么解释我怎么讲所以这只是扑克牌啊，我们不要看用我们的直觉，我们要用我们的直觉，不是用我们那个书板那个石板板的，我们可以变你他有问题的，你的目标呢就是他来了就给他走路的，不是两腿就软了没有找到答案的话，这更伤脑筋了，不行，他来找你的。回去走出门来，哇，他更有精神，更有那个力量，能够要更健康，或者更那个努力要学习更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要改变。所以呢，我们说看命啊，你看哪一个老师啊，他帮人家看呢，都讲好好话正面的，回去的那个人哇，就出去很开心的。哪个老师他帮你哭哭了，那个负面的回去呢？那个人个脚软了，下次不会敢来了如果你看帮人家看好，下次他带儿子来，带老公来，带什么人来你还可以收很多红包的。要讲好话的，所以终点呢，忘记跟你们讲那个扑克牌，坏事不好的那东西少多一点讲因为你讲多的话，变成他会记你那个不好的东西。我们的人呢，就是容易记不好的东西，好东西不好东西记，这个好东西你讲的他不记起来，就是讲不好的，OK，来，我们接下来还有时间，大概差不多快2个小时，我们今天把这个第二个阶段能量这个跟那个连线，那个讲完，等一下，我们要先讲能量讲说，我们先来看这个先因为我们讲1、2、3、4、5、6、8、9，对不对？九，然后我们这个对查一下，九，然后呢，我们再看号码什么号码接下来是十，我们是带过不了的，你们那本十那个书上也有，十的我们就想念到那个中文叫十的是什么完整之意，主要运用在后天数或者时间命数中，虽然先天后天主命数呢有零。均有0到9嘛，1到9为主，你继续介绍你的十的，就是你看我们的手有几个十的脚有十只的很多十就是完整我们叫刚才我们已经前面带过去的十代表的十全十美有很多那个多出来的我超过了11 十完了就是11，11的代表呢是革命就是新鲜。新开始向上整合力量，有大的发展、大的变动、大的突破，大潜能、大的激情之际你看我们的说，112，我们常常好像268还是什么的那个你的那个后天呢，才有两个嘛，那个29112，你看呢，这个后天它有几个？1、2、3、4，对不对？这个都是后天的29，你变成这个这些号码是比较很特别的。为什么？它就是学习比你更4倍的后天要学习的。有的号码那个它就有2个学习的，变成它不很多不复杂。所以112呢，就是发现在11页或11号，或者加起来29，或者加起来38就是有。112、2912、3811、24722，这个或者这个包括姓名里面，所以呢，我们讲就是112呢，就是
所以有这个112呢，代表你的生命里面呢，就跟人家比较是比较激烈的，比较很好，很刺激一点的。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说那个先天呢，最多的有两个字嘛，最多的有4个字，最少呢就是2个字，就是总数那个候选，那个2912那个。 1122那个时候是为候选的，还有我们来看224的，这个我讲快一点了，因为时间都关系，我不想念那边。224呢，代表存于宇宙的时间与空间，有完整、完全极其超能力、最高幸福、精神升华，拥有无限大永远的灵性，只有发生在224。像224啊，比方。 你没有的话，你可能1966，你看呢？1966多少？也22，对。1975，真的也是22，就你可能22会发生在晚年的，或者年跟月接起来22的，在中间这个，也是包括在里面的哈。就是你的基本呢，我们说112那个，也是很精彩了。你一到224呢？ 更精彩啊，比一更精彩，因为它是双倍的，所以那个，比方他晚年他更精彩的，晚年的在224，然后224呢，我们说不可能得任务，你的生命过来这个生命啊，可能会走一个生死关卡，差一点要死了，但是不死了。 已经到那个阎罗王那个门口了，今年是，现在这个月我们叫鬼月嘛，对不对？鬼月那个阎罗王的打开门了，给鬼来出来玩。你的生命已经跑到那个门那边，那个阎罗王是什么点名？就这个名字还有没有传？还没有传达到这个第一的是吗？哦，你的名字还没有到，你先回去了，叫你回去，你还在什么死里逃生的，就。 差什么生日快乐，不死，所以这些的我们说阎罗王的天呢，什么什么，让你再活过来，为什么？为了大众，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你自己。所以很多224啊，去晚年的都是大部分都是为大众的，不是为了自己，不为了家人。好，我们来看336。 336是什么？336没有不在这边呢，见呢，336应该没有，36为治疗师，治疗师为那个以吼或者说话讲话为可以帮人家治疗的，好，我们来看做一个总结那个号码一点，这个不用讲了哈，那个看你有没有老板的。 老板的密码，也就是看8的，下面有888那个接下来的话，那个都是可以说你可以100%的可以为老板，作为老板的那个0801786844848198那个的，如果189281013812那个都是要靠自己，靠自己几%，那个是100%是靠。 老天还是什么70%靠老天，30%靠自己。如果下面那个198那个，三十靠老天，70%靠自己，就是要靠自己的。所以198也是我们属于那个做主使命，448大老板，358呢要跌倒一次，268呢就靠头脑赚钱。 一七八也是要自己独自工作也可以哈，281有时候也要跟人家合作也可以，要自己独做公司也可以，三幺八三幺八三幺幺幺二呢，三八幺幺二是怎么赚钱赚都不够钱，看不到钱，是八幺二三呢，是应该要讲话才有钱，这个是老板的组合呢。 你老板的组合那个，你比方你晚年的1970多少，就变成178，对不对？或者你加什么什么
变成二六八三八，就是你的晚年啊，什么什么可以做老板，可以什么什么的，那这边有没有三五八的？三五八的举手，你的主命数加起来三五八的有没有？没有啊，我这是这样，我这趟都没有老板了。四十八的有没有？四十八的属于比较大起大落的老板呢，好像要很有钱很有钱，一下子都什么都没有的，也是这样。有时候你看COVID-19这个疫情的来呀、啊，很多大老板的从很多很多的跌到入股的有了。好，我们来看修行的，有九这个你看呢，189刚才讲了是。是什么主使命主使命就是主使命就是当那个庙的那个主使了主使命就是当主使了但是你们现在都有头发没有剃光头啊那怎么当主使没关系可能当主使也可以主使就是某某你盖一个佛堂盖一个讲堂盖的你当主使什么什么协会主席也可以，或者晚年呢，做一个身心灵的老师也可以，就是189哈，279哈，你们来看这个号码279，224，29112，这个三这个组呢，我们是来还债的这个地球，还那么债，有吗？你们有没有这个224279 29114来还债？还谁的债？还父母的债，还老公的债，太太的债，还孩子的债，还的什么房子的债？五个人的债，父母太太老公孩子兄弟姐妹朋友，你我们说的话，如果是这个279 224 292这个还你1到40岁啊都是为这个五种人活的但是到了41岁过后呢就是为自己活了就是这样有没有人有这个号码举手一下现在有没有为自己活了还没有还是为别人你要开始爱自己了好像我们前面的应该有40岁了对对要为自己活为自己爱这种东西的好那个369谁有369的有吗这边369也有啊369什么的369呢就代表什么三教九流全部都要通要懂比方你看你学这个什么命理的什么道家佛家儒家家家什么什么全部要懂这369啊其实啊你学宗教来讲你要接触一个什么的一观道你们一观道那个对怎么写一观道啊怎么很久没写字了怎么一观道就是还有一个串的那个观怎么观呢什么都很久没有写中文了对不起了一观道你们知道吗那个观有没有人接触到也举手一下有吗对不对有听过没有接触到他有369有没有接触到都有对不对对369啊你看那个人啊有369一定要去求道过你就要接触到为什么一观道他有什么佛家儒家道家耶稣阿拉什么都有了把所有的三教九流全部都融合变成一贯了对不对对你要去拜去点那个什么开眼什么什么我们有秘密我们知道不要说不要说还有秘密对所以这个为什么要那个三教九流让你学的学命理学什么反正你的佛家道家儒家全部都要通的就三心身心灵的全部都要通我本身我不知道我后来我看这个为什么我要出家后来我的小的时候我的五个阶段那个命啊我有369在这边的小的时候后来我一直看那个电影了我一直想出家讲
去出家，爸爸叫我还俗，我是死不还俗的，而且要上树的，原来还好那时候我当出家，如果我没有当出家，现在变成骨灰了。为什么？我的朋友很多的，从小学毕业那边到现在，只剩一个还是两个，全部16个还是几个，全部都死光了。所以那时候是什么病很多？ 不是COVID的，艾滋病，嗯，人都是艾滋病啊，鸦片啊，什么什么死掉了，所以还好我当和尚的有衣服有袈裟包起来，我不能去嫖赌，不能去吸毒，不能这样啊，我错了那个东西，所以那时候爸爸就很开心啊，如果那个我在，甘榜那边一大堆那个金三角那边很多毒品的，对，所以那个，就那我们呢，后来那样。 我来，我出家呢，让南传，我也三米，21岁我去回泰国去收比丘戒，21岁的我就收北传戒，再隔一年我就去收缅甸戒，我不知道是当什么和尚啊，泰国和尚、中国和尚、缅甸和尚，最后呢，那个喇嘛也来传戒，在台湾的那个达赖喇嘛的那个师父啊。 90二岁那时候，他也到台湾传戒，我在泰国，中国，缅甸的都收了，喇嘛是怎么样？我又继续收喇嘛戒，所以那个我袈裟现在我都不穿泰国，我的那个喇嘛戒，喇嘛的衣服放在这边的，喇嘛也有了，后来呢，一样的，我常常来新加坡来住，我带我的徒弟两个，一个外甥，一个我弟弟，外甥跟弟弟就来新加坡。 以前我们我一来我就住南海普陀山，我住那呢，他们办禅修，我地方没有住了，我们就叫我去住那个主人的房间，那个房子，我们就搬出那个主人来，住楼上，我看到他拜那个什么，拜的弥勒佛，我不是弥勒佛，不是那个弥勒佛那个耶稣的，那个什么，他就问我，哎，小弟，这两个有没有受什么求道了？我就摇摇头，求道什么，我也不太懂呢。 可是我知道啊，后来他们说没有，要他们就会求道。我说好啊，后来他就请那个马来亚传讲师来，后来去开那个地楼下，我不知道哪一栋我忘记了，在新加坡那边，那个佛堂，一打开，哦，原来那个里面有大佛堂，后来那个他们就来点那个来三跪一拜三叩九叩那个什么啊，那个我外甥在那边，弟弟在那边。 中间空空的，哇！一起求道了，他在那几个叫了，我知道，求道我也求了，后来到那个美国、欧洲那边，礼拜天他们去教堂，我也是去那边后面那边坐听那个神父神女他们念念念经书，怎么念完了，他们给你喝那个什么圣水，耶稣的血。 我就是排队跟着喝了，我不知道什么，原来是胡桃酒哇，很好喝，我变成耶稣了，我都让我到底是变成什么和尚，什么都要了了，我不知道到耶稣也可以是，到阿拉我可以是到什么，我的徒弟印尼都是那个阿拉的是吗？我教他们正对嘛，很多都是包头的，所以我都，后来我在讲。 这个都是山的作怪的，山就是什么都那个杂七杂八菜的，六的什么都可以了，可以帮人家就好了，所以369呢都是身心灵合一，对对，所以你有369你要多多接触，不论的灵性，不论的宗教，不论什么，全部都要你要包容啊，这样子。好，四五九不要讲了。 1911，1911，哇，这个很好的号码，其实1911这个是我们说是新时代身心灵的老师，所以如果你在里面的，比如说1972，1981或者1990，这些号码你可以是加起来说什么，都是19101，对不对？ 或者你这个年跟月加起来有19101，或者等到我们看明天可能我们上牛年，如果你有今年的刚好你是19101的话，哇，代表你的使命啊，要报到在这个什么易经这个协会是。
就是报告了，就是要来接触，不论易经也好，遇到生命密码也好，像我们那个王老师说，哪一年你遇到这个流年，遇到易主，你就是你的时间已经开到了，你可能会可以成为一个身心灵新时代的老师了，这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生命脉也是。 带那个我们说，如果QR code啊，就是这一九一还是新时代的老师的，所以有这个年龄啊，都对这个很有敏感的，很最喜欢这个数字学啊、易经啊什么什么这些这类的，等下以后我们会再讲啊，1923是老师的啊，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讲那个跳脱能量，那个跳脱能量，刚才那个什么，我们老师说要请你们来写这个，黑板找一个人，也是我写我只会不了，然后就是我们前面写的，就是年嘛，对不对？需要报自己的生日。月日。我们把笔交给他，你就找一个。对对。你写你的年月日，然后加起来看看，然后再写这个什么。 1234566全这个，我们就要来，找一个来，上来。现在谁要问？来上来。啊，要不然你就是写你自己的问题。没在写这边上面的。我practice。对对对，看你对不对是的。先写你的年月日时。好像比如说那个日哈，如果说加起来哦，超过。 0.1呢，0.1，对，0.1，对。哇，这个很多期呢，看出来很多期。我也，你问这个问题。不要问啦，先排这个先啦。因为排有些哈，到最后。什么号码？那你是？这边21。对，这边呢，加21加6加11嘛，11就38，对呀。38、12。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对的。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对的。对，加相加一次对。所以这个是加11啊，对，不是加22。所以我们是这样啦。对对对对。对对对，321，21加6。 是吗？21、21加6、27、27加11，对对对，对。这个圈圈进来要写，对对。你写那么大，连你怎么圈？可以了，可以。你把那个数字写足够。等下后面我们有年纪很小的看不到。 不要这么大，1234，他等一下你签比较好一点。你要用笔，红笔的再签。会的就自己写，自己头脑再复习一下哦。不会的，你们就帮弟子。等下你用红笔，我要换成那个比较那个。 后天的要三角形，红笔，原来你就从你那边1977，全部都是12。对，要看你的，你看。对，你看上面的。看上面，啊，你不要看你的，如果再对一下两次。0000。 还有0000，0000，0000也要，0000，八个数字连起来。07吗？07要一个，有可能会空亡。一，对不对？二，三，三是三角形。对，三角形。七，四方。哇，这个。哇，这个。超级了。 太过现实了，这个。零，我们看它对不对，加有没有对啊？看呢。一起看。慢慢看，慢慢看，这样做了4、5次。Okay.
后签。